他说法常说他从最早的台语片、黑白电影、唱片、通地秀、餐厅秀，做到现在网络直播，大家还对他很关心、很支持。他觉得他九十岁了，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支持，他也很心满意足。真的很感谢大家。空空的呢，一堆假的咧卖三千块。哇，即马来棵树较少吼，最近生意较无好，所以换一个现金的。七日才与儿子在直播上斗嘴，大秀好歌喉，没想到过了两天，他在晚餐后失去意识，享其寿九十岁。感谢我们全国的朋友对偷刷爸的支持跟爱护。偷刷爸很安详的就走了，在6:40左右，就是他把家庭顾得很好。一个老婆，那儿子女儿都在身边，那是他这一生最圆满的事情。他的遗愿就是希望继续留在台东，他想来这边30年，像个台东人啊，他也喜欢这边的好山好水。本名陈炳南，出生于新竹，13岁当学徒修车贴补家用，历经各行各业，因缘际会之下踏入电影圈。这边回来，再个家己个修理昆明车，哦，奥多拜，啊嘛是趁无钱啊，啊再当了一个姓曾的，他在台北拍电影，啊再叫我去塞广告车。哎，世界第一的好消息啊！世界第一的好消息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不能大家知，啊，这什么大关系？哦，有啥物南澳虹桥要来遮看电影，水皮顶台哦，哦，咱楼顶照楼卡，阿娘照阿爸小照小布，赶紧来，剧情哦，笑的场面，互你笑到肚脐缩开吼，啊，闭哦，互你看，闭的场面，互你笑流目屎安尼。片若顶台顶刷，公司有伫拍片啊，啊，咱着搁转来再挖啊，再咯，再啊，啊，演员，啊，人咧拍欠演员，咱着留拍者，安尼变个。头一出就是许落大雨迄日啦，迄早起啊落大雨落啊伊个波，迄出电话就坐，啊做一兽医啊，迄落去叫唔起叫兽医来，都乌白搭，我做啥呢？迄个进前有一支南门红红桥，迄个在迄段足赚钱，我对遐开始。啊，我那下一个名都，伊讲安尼空空空空安尼，看钓多少多少。爱讲笑啦，伊拢爱讲笑。托现在1960年进入中光电影公司，一边开宣传车，一边等待演出机会，逐渐打响名号。之后台语片落幕，他转战歌厅秀，靠着黄色笑话得到不少掌声。好几个熊，这部就是今日农村呐、啊，啊，这是正平，你咧是脱线啦，对，豆平你咧是阿西啦。中视制作人看中托现的逗趣表演，与杨秀慧爸爸阿西一同主持节目《今日农村》，两人之后又搭档演出节目《妙人妙事》后，人气席卷全台湾，火红程度连诸葛亮都说：“我还没当艺人，他们两个就亲家俩被屌。”快了，快了，对。我大个买了死啊！你嘛带阮来食饭个咧，啊最大个就带人去食饭了。啊，阮做大个遐随便做哦。对啊，嘛是伫遐咯，大家嘛有大个人做。迄长啊大拢走高点，我年纪控过啊。我大个哦，做真久啊，做啊真深啊。换别人啊，换别人做着。迄大个讲一句话就有理，我等足久啊。嘿，大个做久我来先。但是你嘛议员啊，选举嘛3年官2年满，就搁改选一遍。对，安尼够有理。我换人做，唔啊，我即摆要换什么人做啊？换我。啊，换你做。在演艺圈闯荡多年后，1987年，托现毅然决然到台东开幕场，挑战人生第二事业。
我来台东剃头节，那个土地很便宜啊，一瓶才200块，哈、哦，一瓶才200块，啊，我买十外家，啊，买了想讲来起价要卖啊，就没有人要啊，啊，没有人要，我们再去种椰子。但他毕竟不是专业户，千棵椰子树被养到全枯死，之后养羊也宣告失败，还欠下巨额债务。我欠了5000万，你知不知道？利息一个月60几万呢，这样搞个慢慢还给人，安尼个背下来。这个是很好的太太啊，哦，大部分人的家庭也过好。现在贤内助的帮忙下，养鸡事业逐渐步上轨道，以自有品牌脱线战斗机在全台打响知名度。921大地震时，更将自己养的白鱼之鸡送到台中东市赈灾。而在开牧场的同时，脱线也不忘现身荧幕跟观众见见面。因为我想当大明星，比万宝龙还要红100倍的大明星。除了这三塞，够一个老塞，好皮塞。宝，啊你感觉较好？我妈妈80几岁了。你妈知咧，我知，你别在哭，你妈妈啦。从去年开始，脱线与儿子跨入直播电商领域，90年人生宛如台湾历史缩影。如今他下台一鞠躬，相信他乐观搞笑的模样将永留观众心中。有影当当时那才零岁哦，一日秋花嫁到这款人唔成人哦，你看啊，你该做这行啊，那村人无半行嘞，愈想愈气，愈想愈气。好了，你赶紧开始，你赶紧开始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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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开始